我是男在山里，你那哎呀，哎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没有台子，我那只麦克风是神奇麦克风。我在 KTV 去唱，我也是要带我那一支麦克风、欸。我觉得直播遇到什么样的那一些人，我觉得都有人喜欢的，有人不喜欢，但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喜欢我啊。有的被我封锁了，还注册到26个账号，简直笑死了。我跟你说啦，其实哦，酸民就是我的贵人。其实我很喜欢酸民，如果今天酸民然后给我们家的地址扣上去，其实我还好，还无所谓。如果他们6月1号不要去给我报警，其实 我不会抓狂到我真的开车、哦、去蜘蛛王道直播啦。酸民去检举用我们扣我们家的地址、哦、我才给他讲，我才确定要去报警。你是第一次对酸民就报警还是？对，第一次。我跟你说，本来这一件事本来是没有事，因为酸民的报警是要斩断我晚上不能唱歌，因为我晚上星星多，他如果斩断我这个的话，我就点诊做，人家就不伤我心情。因为如果我没办法唱唱跳跳，纯粹吃播，我心情就少了，也很显然，因为粉丝比较喜欢听我唱唱跳跳嘛。所以说酸民他也好失酸，只要他们报警，我就会有动作，我就会炒新闻。酸民无形中又拉了我一把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是我是话题人物啊。我在 FB 我的盈利很高，曾经一个疫情、哦、我有盈利、哦、一个月高达700万。换算成钱是什么？是这样子大概是多少？这样子就大概200万左右，加上我有插播盈利哦，我新进盈利高，我的插播广告也是好几万哦。有时候真的还会影响到心情。有的酸民还真的是很厉害，他们那个键盘快死手其实是很厉害。其实这些字，其实我是文盲，其实是还好，因为我不太认识字啊。但是你看留言也看得快啊，我看你都那个。有看留言，我是随便看一下，半懂半不懂。像念那些粉丝的名字的时候，哎，婷婷又给人家改名了。对啊，因为我说哎，那个字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。啊，有人留注音说哎，我注音也看不懂啊。啊，有人酸民还说叫你读书你不读书，怎样怎样，好一大堆。我觉得直播遇到什么样的那一些人，有人喜欢的，有人不喜欢，但是也不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喜欢我啊，对吧？有的被我封锁了，还注册到26个账号。简直笑死了、欸、封锁了就封锁了，不喜欢我来、欸、还假扮虚名呢，注册这么多账号，因为我带给人家欢乐啊，看我直播他们就是也很高兴啊。但是那些人，人家赏我心情，那些人又在嫉妒。我看到你脖子上有很多东西，有没有一些什么防小人的？想说这个我不知道呢。其实这个是泰国博白，是有个粉丝送我的，这个都是啊，粉丝送的，是啊。都泰国佛牌。哎，对，泰国佛牌。啊，去了解一下这是什么意思，就把它带在身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因为我在想说，也是人家的好意啊。我因为人家就是寄过来啊，就是因为人家好意，不能我就加钱带呀、啊，也无所谓呀、啊。那最后我们姐姐，我们来唱《爱你》。好好。我是男在森林，你那个哎呀，哎怎么办呢、啊？我没有台子，我就会带我那一只麦克风，我那一只麦克风是神奇麦克风，哎真的哦，哎我在 KTV 去唱，我也是要带我那一只麦克风。我一定我在想你，如果变得更接受心。还是这么想，常常想你的说辞，说的不真切的用心，明明很想伤心，却又忍不住爱你。在你的心里，我是光是唯一，爱就是我最想看着你。天生海阔的一点，风过这段的一眼。只想多的一点，我才能才能看见。我陪你多这一点，想陪你多这一点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爱你。